属于我，找到了你，伤痛了一地，洒落心底。终于我拥有了你，如梦中的气息，形影不离，那是最美的记忆。你送我的平安，紧握在手心里，让时光停在这里。身材飞扬的你，你就是我的。 就藏在心底。今天你和我冻在一起，不愿融化。这一生我就要你，我就要你，我就要你，我这有3条路线，你看这第一条是走高架，第2条是走红绿灯多一点的，但是高架有点堵。哎，就走高架啊，高架不堵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去他们家，你不用碍于我们中介的面子什么的，哎，没事的啊，晓得吧？你多虑了，我从来不会忍。哦，师傅去走高架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有职业操守。哎呀！ 师傅，我没有电了，用充电线借我一下。你有充电线吗？借我充电线。您这什么车？一般专车不都有充电线的吗？你这也不合格啊！我有充电宝，我给你充。我不早说了。哎呀，哎，我是给你打预防针。他们王家虽然出手大方，但实在是难搞，派你过去也叫以毒攻毒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说话这感觉好像是放我过去害他们似的。我。 哎呀，不是啊，我是说，如果他们真的对你不好，你也不用忍啊。咱们虽然是服务行业，但也不用惯着他们坏有钱人的坏毛病啊，晓得吧？哎，晓得了，晓得了，你啰啰嗦嗦跟唐僧一样。师傅，你空调打大一点，太热了。哦哦。师傅，哎，您穿那么多不热呀？热。师傅。 你小心中暑了！你这衣服穿怎么管那么多呀？你这，哎呀，这是你热，你太紧张了，你放松放松。师傅，赶紧看看。你今天干什么？你老拽我。你就是心里紧张啊。你衣服都抓花，我一会儿还面试呢。师傅，开快一点啊！我们今天赶时间。 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对，小盼，哎呀，还有我要嘱咐的啊。今天除了让客户满意，最重要的是让你未来的下属立刻被你征服。有数，走。你不是说他们家已经定我了吗？这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是啊，哎，你先排队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不得了，这管家的工资就2万块钱呢！哎呦，比我儿子在外企挣的还多呢。是的呀，早上啊，在我锻炼的那个地方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就赶紧赶过来。你看我这面相还不错吧？我以前还是科级干部呢。 面相有什么用啊？要会做。你看我家里2个孙子都是我从小带大的，这不蛮好的吗？兰姐，本来跟你说好了，就找一个人来就行了，可没想到我妈。 偏要搞什么招聘会，你知道我妈这个人性格，在我们家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，我拿他也没有办法。这次啊，他从医院出来以后，脾气变得更古怪了。王总啊，没关系的。其实呢，讲心里话，你妈妈确实犯了我们这行规的大忌。不过你放心了，我兰姐派出的人一定会笑到最后的。好，拜拜。这丫头老太太太过分了。 对不起啊，各位，老太太今天累了，面试到此结束，各位请回吧。哎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把我们救来的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老太太也没有想到今天面试的人会这么多，实在是没有精力了。如果今天没有结果的话，过2天还会安排面试的。有没有一位叫做林小盼的林小姐？哎，我，跟我来吧。咦，怎么这样啊？把我们亮姐姐救成白跑一趟，这有钱人家就是任性。 我们家老太太身子弱，害怕病菌传染，外面的衣服是不可以穿进客厅的，所以你要换衣服、卸妆、洗手、消毒，明白吗？啊，明白。跟我来吧。这是今天最后一位面试的了，都到午饭时间了，怎么还有人呢？不是说了上午不面试了吗？累死人了！这是王总预约的，他特别关照我了，说一定要让您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丫头，为什么不早约一些呢？一上午都乱糟糟的。外婆你好，我叫林小盼，是兰姐到家服务公众号推荐来的。 哦，老太太，我把你的袖子给你卷起来啊！哎呀呀呀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卷我的袖子，别卷我的袖子！好，好，好，不卷，不卷，不卷，咱们就隔着衣服量啊！量哪儿啊？我来吧。外婆，你这一早上面试的人太多了，有点累了。 尽量啊，消消气，平稳呼吸，不然血压会升高的。呀，这高压140，低压90，临界血压了。嗯，你要平静放松才行。你还知道临界血压呀？我以前呢，在日本的养老院做过义工。老太太，饿了吧？咱吃饭吧。 你们谁去招的人呢？啊，一上午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人，累着我玩呢。本来呢，这位林小姐是王总都定好的，可是您要亲自管呢，又让我到外面发消息，所以说我就找了几个中介，这么一说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笨呐，光知道说报酬，就不知道说要求呀。是是是，我笨。一上午我们还闹心。 伺候这么多人，又换衣服又消毒的，把我们也累得够呛。你怪谁呀？你活该。是我活该，我活该。老太太，您别生气了啊，喝点汤吧。哎呦呦，哎呦，这怎么打死卖盐的了啊？你又没财还命了，快擦擦嘴。都是笨蛋，都是废物。外婆。 您别总激动，当心身体。外婆，其实尊重别人并不是因为别人优秀，而是因为你很优秀，和气生财嘛，你说是不是？哼，那学来的一套又一套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李小盼。你就留下吧，3天试用，3天不行就走人。 愿意接受挑战，明白，驾驶。哎，哎呦妈！什么情况里边啊？哎，小盼里面正见那老佛，不是。 他们家还有老佛爷，这说错了，老太太去了。刘爸，我通过了，外婆让我先试用3天，你不用等我了，晚上再说啊。哎，是小爸。刘爸，我通过了，外婆让我先试用3天，你不用等我了，晚上再说啊。 你看，我就说没问题嘛。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肯定是好事啊！你怎么敢肯定？哎呀，你想那么多都没用。走吧，林桑，等他完事再来接他。走，赶紧走吧，一堆事儿。 自己来，这腰没好，别大意了。哟，你怎么知道我这腰有伤啊？我刚才看你站着的时候啊，这腰有点往左倾斜，拿东西的时候呢，又下意识地护住了腰，感觉您这是刚碰的吧？啊，不是，是以前不小心弄的，一直没好。我给您带来一个暖贴，您坐下，我给你贴上。哎呦，谢谢你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暖暖的，贴在后腰上非常舒服。 而且它也不像膏药那种散发麝香的味道，别人不会发现的。谢谢。来，是这儿吗？哎，对，这儿啊。哎，刚才能看得出来，外婆脾气挺大的吧？嗯，这家里老太太是有点古怪，但是人还蛮好的。主要是这次住医院了，腿不好动了。 所以呢，脾气就越加古怪了。李姐，这大家大户的肯定是要处处当心的呀。周姐，您平时负责什么呀？我负责买菜烧饭。哎，要不是家里头缺钱，2个儿子等着结婚，要买房子，我也不想在这儿坐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家里每个人脾气都非常古怪。哎，杨儿，嗯。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小杨，就是刚才帮你换衣服消毒的。这孩子年轻，读过高中，在家里头负责打扫卫生和服侍老太太。我主要负责挨骂。我刚才看出来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哎，这家的管家可不好当啊。家里边3个女主人都是神仙，你可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。嗯。 谢谢提醒，我呢会慢慢适应的。哎，林桑，我跟你说啊，对方中介所派了15、16个各色各样的阿姨，哎呦，个个都说很优秀，知道结果怎么样？啊，全退回去了。看来还是咱们家小盼最能干了。哎呀，这次小盼真给我兰姐争面子了。现在这个行业里，谁都知道我派出去的人最能干。刚才排队的时候啊，我怕盼盼选不上。 这心里边七上八下的，可现在他考上了，我这心里边还是8上7下的。你呀，咱们就不纠结了，好不好啊？啊！我想啊，既然小盼自己愿意去的话，她肯定有她的道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孩子自己决定的事儿，你就别担心了啊！他们自己啊，愿意的。吃水果，洗好了。 我先出去一趟吧，你们聊。哎，罗宝，你别走啊，待会儿我要去浦东办点事儿，你得看中介所，知道吗？哦，你去浦东那么远，我干脆开车送你呗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正好新车需要在路上磨合磨合，等路虎啊，这我总是记不住，萝卜还是萝卜顺口，啊，那萝卜那驾照考下来，那车况正是好的时候。哎，林叔叔，您提起驾照，愁死我了。怎么？昨天大路考，哎，我这车开得好好的，这教官突然让我掉头，那我肯定掉头啊。结果，让我靠边停车下车。怎么了？我压的双黄线。 那是双黄线啊！是啊，这，哎呀，那他让我掉头，我肯定就掉了呀！就，你说他缺不缺德啊？他故意考你的。是啊，我，妈咪，我冤枉，我真冤枉啊！这个，我觉得，你妈咪最冤枉，这钱可是我付的，又不是你付的。喂，妈咪，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妈咪？哎呦，你说说这孩子傻不傻？你说愣头愣脑的，哎呀。 做菜呢，周姐。哎，周姐，老太太的外孙女王诺图在家吗？嗯，她好像跟她男朋友出差了。啊，你忙着。好。你们平时干家务都不戴口罩和手套的吗？ 我们一个做保姆的，哪顾得了那么多呀？那不行啊，保姆也是一种工作，你也要注意自己才行。就算以后不做了，也要有健康的身体啊。哎，我们这个家政行业就是这样，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委屈，你说出来也是一种排解。如果啊，你能跟客户适当的沟通，大家互相谅解就更好了。客户？谁是客户啊？ 老太太和小王总啊，他们是东家，是主人，怎么变成客户了呢？什么东家主人的，那都是以前的旧观念了。我们这个家政行业啊，也是服务行业，所以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客户，大家都是人格平等的。小潘，这家人可不管你这一套。不是的，小杨，如果他们真有不对的地方，你要懂得适当的、合理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，一直忍气吞声也是不对的。嗯，你要学会建立互相尊重的关系。老太太她是怎么瘫痪的呀？小王总找来一个特别年轻的男朋友，老太太气得要命，中风了。 到了医院，说腿动不了了，在医院折腾了好几个星期呢，闹着要回来。那这家的孙女很难伺候吗？你说大小姐啊？啊，大小姐的话倒还好，但是大小姐一有时间她就跑出去了，也不在家，所以说难不难伺候的话也看不出来。 小潘啊，嗯，今天气温几度啊？风力是多少啊？今天气温是24摄氏度，风力西南风2级，空气质量40优。我是应该常常晒晒太阳，可这太阳也太刺眼了，别给我晒出青光眼来了。你回去在我房间里拿副墨镜过来，就在我的抽屉里。您看看，是这副吗？ 我要的是迪奥的，您看看。还要防晒霜，是这个吗？你还挺机灵的。医生说，每天晒太阳是要补什么来着？补充维他命 D。 维他命 D 能提高钙的吸收。我知道，诚心考考你，你这么年轻漂亮又能干，怎么想到出来做管家了？因为我没钱呀，人家给的价过高了。倒是直白，可我觉得你在隐瞒什么。就凭你这张脸，完全可以嫁个有钱男人，不用这么辛苦。 外婆，您说的没错。我呀，本来是想靠男人的，但是就在我要结婚的时候，他忽然失踪了。哦，所以你万念俱灰，就出来当保姆啦？对呀，我家境不好，脾气又大，所以忽然就想明白了，这靠谁都不如靠自己，尤其不能靠男人。说的太好了。 靠什么都不如靠自己，尤其不能靠男人。那你呀，就找对地方了。在我这儿啊，女人的地位比男人高10000倍。外婆，您这腿如果抓紧时间去医院理疗的话，会不会好得更快一点呀？医生是这么说来着，可我不愿意。在家多好啊！ 再说了，那个理疗啊，恨不得把你吊起来走，吃不消。你这是轻度中风引起的下肢麻痹，如果抓紧最好的时机理疗，说不定可以完全康复的，不能耽误。哎，你是不是医院里派来的奸细啊？要赚我的理疗费啊？您看我像吗？我就是希望你能早点站起来。哎呦，来了一天就嫌我了。 我就愿意在家里躺着作威作福，怎么了？不让啊？让，必须让啊！您让我把你往哪推，我就往哪推，好不好？回去吧。哎呦，我的肩怎么又不舒服了？给我按摩一下吧。好，好嘞。这儿，往下一点。哎呦呦，你劲儿怎么那么大呀？好痛啊！轻点，轻点。 这样，这样。哎呀，舒服了。你看看，我就是以后啊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有你们，我不就是要什么有什么吗？我什么都不怕了。对，外婆您命好。嗯，你才来一天，怎么知道我命好不好啊？回去吧。好嘞，走喽。 好多书啊，您一定特别有学问。我没学问，是我父亲特别有学问。民国的时候啊，他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。家里呢有很多很多书，有好多啊都是珍贵的藏书。可惜呀，可惜怎么了？烧得七七八八的。 后来，他为了保存一些圣奴的书，就把他们全捐给国家了。父母去世以后，家就散了。有段时间啊，我无依无靠，差点饿死。是我父亲学校的会计救了我。他是个好人，聪明能干。后来我就嫁给了他。一样1岁的时候。 他父亲就去世了，是我一手把他抚养大的。直到改革开放，我用压箱底的钱啊，办了上海第1家私人饭店。哦，那时候还有人说我复辟资本主义，哼，我就复辟给他们看。没过2年，我就成了上海滩第1批万元户。哇，这么厉害！ 哎呀，创业的艰辛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后来，餐厅越开越多，有了第2家、第3家，怡阳呢也继承了我做生意的脑袋。我们家的生意啊，越做越红火，总算啊又有钱了。每次想到父母，我就会去买一些书回来。我在这儿啊。 就觉得他们没离开我。其实啊，我每天都在想他们。这不离乡朋友吗？用我帮忙吗？啊，强哥强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行的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来谢谢。哎，还说没关系，我看肯定有事儿。哎，这搬的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 哦呦呦呦！这太香了吧！这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嘛！哎呀，我这个也是有病乱投医。哎，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你日本家里的照片了吧？知道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上海的有的是打印店，我呢把你家的照片，哇，一弄一个网络主播，豪华背景板。什么主播？就是网络直播，你不知道啊？ 哦，就是这小姑娘、小伙子们，他们那个，我也主播。现在现实版是大叔主播。哎，走走走走，快试试看，让我看看怎么样，合不合适？坐这儿啊。对。怎么样？过来点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好，差不多，哎。哎，这样还好。等我的时候是放松一点，好，别紧张，就像家里一样的感觉啊。 小盼啊，哎，来的正好，试试看。现在就开始啊？对，别紧张。啊！上，别紧张。得真的像家里一样。对，快上去！啊不能躺，来，坐好，哎，这样会穿帮的。你往中间，哎，对，这个要穿帮。哎，可以吗？哎，对，哎，让我帮你拿的。好，好了，歪了没有？没歪，好，不动。放松，深呼吸。OK。小盼，老爸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还不告诉我？我刚才都给光叔打电话了，你是不是把脚给摔坏了？我没把脚摔坏了。脚崴厉害吗？给我看看。他。 那个脚不严重，一点点。什么没事啊？你快给我看看。哎呀，不严重，都跟你说了嘛，有什么可看的嘛？你，哎，你最近好像过得不太舒心吧？你，我怎么一直没看不见你的笑脸呢？啊？我挺好的，好久不见我笑。你快给我看看你脚。 你非得看我脚干什么呀？我这真的脚，你看，啊，没事的。我说嘛，就是崴了一点点，不严重啊。医生说不用打石膏，我自己帮你。拿冰敷了吗？对，是冰块啊，就是冰块。好吧，那你这几天就好好在家里休息。王叔会给你送餐的啊。 爸，哎，这家里怎么感觉怪怪的啊？感觉哪儿不一样啊？这那没有不一样啊？哪儿不一样啊？啊？说不好，是不是特别整齐啊？你不在家嘛，家里自然就整齐了嘛，是吧？你还好吗？ 挺好的呀，哎呀，你别老瞎担心我了，这两天挺忙的，而且我身边也有朋友啊，你不用瞎操心。那要是没什么事儿，老爸就挂了啊。好。哎，你这没说几句呢，你怎么就挂了呀？不是该说的不是都说了吗？你还想，你想跟老爸玩两把老虎棒子鸡？你怎么那么幼稚呢？又不是小时候，玩什么老虎棒子鸡？不是，你以为你现在玩你就能赢老爸吗？你不信，咱来啊！预备，来就来，你喊，预备，棒子！哦，你看，不行了！哎呀，再来，还要来呀？来，好，那你一定得先想好了啊，你要出什么？准备。 棒子，老虎！哎，老爸，房间怎么晃了？没，房子在地震了吧？不行，日本这块地方啊，经常地震，你也知道，是吧？肯定是刚才地震了。地啊，又地震了。 左先生啊，您在这边也都转了半天了，怎么捡那么多破烂干嘛？在你看来啊，这些都是破烂，但在设计师看来，你看，每一个瓦片都有厚重的时间感，都是艺术品。反正在我看来都是破破烂烂的。你不知道，这个民国修建老房子的时候，唐宋明清的建筑都有。 所以说，节约是一种美德。这些东西重复利用，而且设计出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老家就是这样。本来我还以为是穷舍不得的。这样，您慢慢研究。哎，我帮您把这搬过去。辛苦您了啊！啊，没事。哎，小杨，怎么了？哎，飞哥，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呀，在凤县的一个古镇，这边老房子要拆了，我过来搜集搜集物料。不是您别开玩笑啊！之前我可再三跟你嘱咐，今天下午有大记者来采访你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善于跟记者聊天，看见他们我连话都说不利索。大哥，你看啊，人家是建筑杂志的大记者。 所有被他采访过的人，可都是上了建筑师排行榜的。您说算了，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请来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对那排行榜的不感兴趣啊。这些老房子这些物料啊，明天就拉走了，我还得再多搜集搜集。你这样，你该请人家记者喝咖啡喝茶，我都全报销，好吗？而且我回去也得一天也赶不回来了。左飞。 你有理想，有人文情怀，可以，但你得为了工作室着想吧，您总得有点商业规划吧。行，就先这样，挂了啊！啊，我还得上别的地儿看看呢。那就这样。喂，走。服了。 姑娘，你看你又能干又漂亮，你怎么到王家来干这活儿？这是我的专业呀。在王家呀，外婆是山里的老虎，不过她顺毛驴基本上没有问题。可是她的女儿，那小王总，那才是个狡猾的狐狸。哎，你慢慢以后就知道了。那王乐图呢？王乐图，嘿，他呀，一会儿像老虎。 有的时候又像只小猫，有的时候像个狐狸，有的时候又像一只可爱的小白兔，听上去很人格分裂啊。对，就是这个词儿，人格分裂。哎呀，他每天都不一样的，有的时候很吓人，有的时候又很酷，但实际上内心温柔。哎呀，我说不出来，你过两天他回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 外婆午觉睡醒了，在叫人呢。好，我去。哎，其实啊，我平时是不太喜欢出来的。为什么呀？这外面视野开阔，阳光也好，多舒服呀！你不知道我们小区那些老太太，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，太烦人。您放心，这时间还早，他们都没出来呢。 我刚才啊跟你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了，我们家又有钱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命又好了？其实不是的。我那女儿王一阳啊，你别看她平时在外面能干，她的丈夫呢，是我以前帮她找的入赘女婿，没想到是个废物，窝囊废，整天什么都不管。混了5年，我就让他们离婚了。可我现在呀，可后悔了。我要早知道他后来这么喜欢谈恋爱，还不如留着他。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呀，跟一个小他6岁的小白脸混在一起，还说要结婚。唉，他跟我宣布婚期的那天，我气得腿就不能动了。外婆，您呐就是不能生气，这一生气血压就高，血压一高就容易出这事儿那事儿了。哎呦，有这么个13点的女儿，我想血压不高来着，行吗？哎呀，不该谈恋爱的瞎谈，该谈的呢又不谈。谁呀？还有谁呀？我那外孙女呗。 小姐王洛图，还小姐呢。唉，可是我听说她跟男朋友去做课题研究了呀，怎么没谈恋爱呢？啊，最近啊是谈了一个，我们见过面，挺满意的，是东京大学的博士生，人又聪明，能干，也会说话。前阶段呢。 我让他帮我们装修餐厅，真是好。可是我又想了，这么能干的小伙子，会不会是看中我们家的钱了？你说，哎呀，哎，真是。哎，这谁家孩子啊？这孩子没事吧？谁家孩子呀？你看看。 这，所以不愿意出来，乱七八糟的，真是。哎，不要再吃！你又来了你！哎呦，来给我！你谁家孩子？我也治治你。来，赶紧回家去啊！哭什么啦？哦呦，啊，又怎么了啦？还有谁家编我？ 你这个小石头昏头啦！人家老太婆坐轮椅，怎么拿水枪飙你啊？就你撒谎，你给我回去！啊，就你还敢撒谎？以后还敢不敢撒谎啊？臭小子吓了我一大跳。外婆，您记不记得刚才发生什么了？他不用水枪打我吗？您刚才站起来了。啊？您站起来了？您再试试，像刚才那样站起来。 你神经病啊！我什么时候站起来了？外婆，你勇敢的试一下嘛！您看啊，您这一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呀？什么都不能让您认输，你怎么就甘心拖着一双病腿，让别人把您推来推去的呀？哎呦，你来教训我！你是我雇佣的佣人。错，我不是佣人，我是您请来的高级家政服务人员。 如果我接受您的工作，我才能成为您的管家。您以为您是在试用我，其实我也是在观察您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客户啊。哈，我成为你的客户了。嗯，如果你不够格的话，我都不搭理您的。你才是我的客户。哦，外婆，你看看，您站起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站起来了。 你过来，你走过来试一下。这么说，我能走路了？慢点，向我这儿走，我扶着您，相信我来。妈，我回来了，小金来看你来了。啊！别！妈，小金来看你来了。伯母好。 你们好，我叫林小盼，是兰姐推荐来的管家，请多多关照。啊，你好，兰姐介绍一个这么年轻的管家，妈，行不行啊？这话呀，你应该问你自己，这么年轻行不行啊？我去给你们倒水。哎，小金，快坐吧。小半，这几天工作怎么样啊？还顺利吗？小半，这几天工作怎么样啊？还顺利吗？顺利呀，你干嘛呢？ 我在奉县的一个古镇，过来看看老房子。你见到周志伟了吗？还没呢。好吧，等这两天空了约。嗯，就这样。OK。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。哎，妈咪，你们可回来了。林桑，能不能开车带我一路啊？可以。哎呦，你真是老是慌慌张张干什么呀你？不是，哦，那个胡老师又打电话来了，就总跟阿姨打架那个。刚才人家阿姨啊，把一块抹布给扔了，你说骂两句就完了啊？他还给人阿姨打了，还把人脸给挠了。你说哪有这样的？还大学老师呢？这是大学教授啊。 那你名副其实大学教授，是吗？那，哎妈，要不然咱们派一个更泼辣一点的阿姨去教训教训这个大学教授啊？我们已经派去了我们所里啊最泼辣的那个了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哎，人家阿姨刚在这儿哭完一圈，所以我现在得赶紧去人胡老师家安顿胡老师去。那我陪你。哎，走，谢谢林桑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事没事，在哪儿啊？在那小盼家，那小盼做事那个旁边。 怎么停这儿了？不，不能再往前开了哈。嗯，那王一阳他们家就在前面了。醒来是生活，我不是天才。 能给自己安排，这就是上天的色彩。满怀着忐忑，梦中的无奈，谁都不敢开怀，不如简单去爱。那些人啊，那些光彩。 那些日子过得好坏，答案在心底释怀。世间的心万物情怀，每个季节安然健在，文明的童心在期待。醒来是生活。 我不是天才，能给自己安排，这就是上天的色彩。满怀着忐忑，梦中的无奈，谁都不敢开怀，不如简单去爱。那些云啊，那些光彩。 那些日子过得好坏，答案在心里释怀。世间的事万物情怀，每个季节安然健在，有您的童心在期待。